正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登录梦幻西游的兄弟们，求你们别鉴定一下军火，不要截胡我啊！牛了，五级别 ，nice， 来啦来啦来啦！血池成功，兄弟们全体起立！你们看了一晚上，终于没有白看，我们终于出了五级别，恭喜老王！血池成功，2021最后一届无级别之夜，喜提130无级别衣服，比130级的武器上限高了很多。无级别双加，只要利敏，只要体耐啊，防御只要不是219，不是白板就是一把起飞，牛了！无级别利敏双加45，爽！出风225起飞，之前老板所有鉴定的军火全部回本，本届无级别之夜举办成功。这个衣服啊真的起飞啊，这个衣服真的发财，你直接算熔炼就行了啊。那么衣服穿上啊，这衣服就是俩字儿，爆炸。利敏还有谁？好了，这个衣服我们算一下，它双加就即便不熔炼，一个极限的衣服的话大概是270防御减去225再出一个 1.5， 熔炼个30点属性不难，也就是225再加上个30，这个衣服的话熔炼以后呢大概是不减属性的话，极限熔炼的话差不多可以达到255的防御，然后我们再用双加利敏45按照人族属性标准 1.5 来算的话，加上一个67.5，这个衣服的综合属性可以达到322.5啊。